我是陈一冰，我曾经是一名运动员，拿过世界冠军，夺过奥运金牌。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挑战会让我感到害怕。这个冬天，我去了南疆的英吉沙，见识了一项伟大的技艺，它让我害怕，也让我兴奋，更让我骄傲。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运动项目比它更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，更需要坚韧的决心和沉静的灵魂。它的名字叫做达瓦兹，它在新疆被一代一代的勇敢者们默默地传承了2000年。我是一名吊环运动员，我习惯于双脚离地在空中转转飞舞，并享受这其中的速度与激情。可是当我遇见达瓦兹，同样需要身于空中时，我却另外有一种感受。当我站在了高空绳索之上，除了恐惧兴奋，我似乎还能感受到来自于2000年前的古老精神在心中震颤。那是挑战自我，也是永不服输，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，属于我们这个文化共同的性格。它朴素而真实，充满了无法言语的古老魅力。我是陈一冰，我向你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。